Herzlich willkommen zu Sophia 的频道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背景换了，因为我已经搬家，现在在爱尔兰。跟来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Unmelden 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讲述一下我 Unmelden 的过程。首先就是你必须要先找到一个房子，并且你要跟房东说清楚我要在这里 Unmelden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 Hut， 这里就一个 Hut House 在市中心。Hut House 进去会有很多的人，你一进去左边就会有一个拿号的机器，上面有三个选项，你选第一个那个比如 Hall Service 就可以了，因为底下两个什么发什么的应该是有关驾驶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拿了第一个。然后那个机器的旁边就会有说明你要办什么东西，然后选哪一项，第一个就是 Unmelden 或者是 Unmelden， 你就选第一个就行了，然后就可以拿到号。拿到号了以后可以去等着，等着叫。然后来说一下，就是房东要给你的是一个表格，这个表格好像是在每一个市政厅的那个网站上面可以自己下载的，它上面就有写，我到时候把图片放在这里。过去就把这个房东给你的表格加你的护照一起给他，他就会问你你是第一次来还是你已经 Unmelden 过了，因为我在柏林 Unmelden 过了嘛，可以去看我延签那个事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 Unmelden 过了，那么他就会找你要你在柏林延签的那个，他要原来地址，刚好我有带，幸好我带，其他就是他的事情了。然后你就可以拿到，我也把图片放在这里，一个 Meldon Botanical， 就是这个东西以后就会让你去学校也好，延签也好，这都是需要的东西。而且就是你相当于是一个你在这里的户籍证明吧。这应该只是第二步，后面应该还会有很多。那么就期待我下一次的经历分享吧。我不要。